然后祈祷开局碰到一个人，给他照张相就 OK 了，就万事大吉了，要求不高。看见一个人，杰斯，跑了，他走了。秦风，这不美滋滋吗？两个镜像。还撞我！你这撞的一点呢？越撞我越要钱。不着急逛。你有病吧你！你这个人，没事，被救了，我来挂 BAP。其实我想牵过去汽油刀的。没事，救救！接下来的得死。天气挂了。何必呢？你不救他镜像，救他真人，还不知道？忙你的修。没事，这些人都死得快啊，没有一个人是 TP。这洞上面是个前锋。是，这波先知死了的话，还有一台电机，没有修的电机。OK， 秦风二挂了，都死得很快。我挺怕那个秦风带怀表的，他要带怀表的话，这把就有点崩。先拍照。他在修，我就把他锤了。盲女。去镜像了。然后被救了，
掉。儿子死了，亡灵应该修不亮，刚才没有过字。又进镜像了，这个、狗谁？电击退回去了。等一下，他没治愈啊，结实锤了。没打到吗？奇怪。哎，我不回去，去不去？左边小木屋，变脚印了。你呢？哎，这都没抽到吗？失误了。何必呢？跑来跑去的，你觉得我会让你走吗？那流死了，挂你的，不投，不投懒得挂了，直接流死。哎，我怎么捡了个这个东西啊？我操！我才发现，哪个傻子会拆椅子啊？我日！哇，玩了这么久，亏了呀！点那个东西干啥呀？亏死了，我操！玩了这么多局，我才发现，浪费了。不要急，这边有个人，给他拍张照，僵尸。别跑啊！直接挂了吧，让他救也无所谓了。那边写在镜像修啊，可以，他在镜像修的话，那我就在现实世界过去。墙上的是那个结石，想办法暗杀他一下，修。乔安是怎么没口气啊？回血了。
看能不能捡个箱子。如果能拿到一个箱子的话，好。喂。看抢救金像，这个电击修的太恐怖了吧！好卡，奇怪了，今天有点卡。好想牵着气球，给他一个大嘴巴子。铁手没用了呀，这一局，这局铁手的意义太小了，没怎么发挥作用。带狂暴啊，不行啊，今天晚上的剧情老了。我看见空姐了，为什么空姐残血来救人呢？把他金像救了，意义何在？那无所谓啊，那我赢了呀。他不就叫他真人救金像？800分。要磨一点。不要结束，多5%吧，啊，30%。节目会有人，要么在左半边，要么在右半边，应该在右半边了。这里有个人，拍照。
找到他。好了。这边有个人在巷中世界修空姐。哎，借尸一刀斩。没加速，哎呦！哎呀，不给机会啊！头大，给我个机会哦！可以秀，哎，年轻人老想操骚操作。没事，挂空姐一样。你先知想干嘛呢？先知过来了，不要飞了。不吹，等迹象结束了。把你手死！好吧，被摸了。这边可能要开枪了。大爷的，知道我要闪现，被看见了。
电击危险了呀！他玩手机，我他妈！贼呀、啊！是真的贼，看见人不见了就赶紧走。这也没事，接石油模式都摸不好，只能点点的话我有5秒透视，我知道你们在哪。应该魔术师在附近蹲的，等等吧，我就贴点手了。还魔术棒嘞！年轻人，还有手机在那边蹲着了，电机后面。手机呢？没有，假的。手机是个假的。他留了，一个机会。加速牛逼！小木木有人躲起来了，惊呆啊！他开局就找一个地方苟住。挂了，让他们救镜像，他只要敢救，等待的就是他的一刀。啊，七八。没回血，
拍照，先把板子踩了再拍照。OK，然后再拍照，给先知受伤的地方拍一下。两台，魔术师和先知。空姐呢？二挂了。等一下，应该在镜像里面。狗贼。死追，他鸟到医院就没了。哎呦，真巧！我他妈要有剧情，我直接冲过来，给你个大嘴巴子！被救了。谁让你过来的？当七号刀说说笑的呢？投了。看见了，正往上面跑。两个，最后就没滋滋了呀。不对，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照相。这边能扯到一刀，为什么要照相？走位有失误，我就不需要扯了。这边给他一刀就行了。打一刀，强势不用管了。他应该在船上啊，跑掉了吗？好像是没用治愈啊，他下水没用。嗯。
好说，直接签。嗨，精得很。再撞。先知一刀斩，但他有鸟，应该机械师救人。机械师儿子在修，前锋也在修，前锋应该修了之后会退回来的，那应该点不亮，因为调香师二挂了，可能机箱看一眼，没有，还不救吗？满死了呀，有一丝丝血就。乌鸦飞了，这边。难道路？怀表都没。把前锋的怀表骗出来啊！蒋师死了。救不救随便他，不救结石二挂。救的话怀表得用。救了。怀表又骗出来了。用球，用不用？哎，我用，他用球，我没回去，我操，尴尬。应该挂得到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挂到了。这没办法，被自救了。儿子修，先拍照。有头，不着急，先知还是要倒的。找鸟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挂着他，先自倒。修得完吗你？也修不完。
没有球的前锋。挂他没治愈了。哎，那边有人叫了分身，什么鬼？往右边走了，还在凑宝贝，那他死了呀？忘了，哎，没事，欠他个地窖欠的，迟早给他放。哇，这开局蹲，谁在这边蹲？结实蹲，蹲蘑菇。这边开车的话会带我一程，还没开上，吃刀子。哎，玩这么久了，出现点再不改真的无解。蹲哪我都知道。急拍张照追，哎，没骗出来。尴尬了，鸟没骗出来。炖蘑菇，哎呀，亏死了 ！What the fuck？ 这么贪？这局崩了呀，换人。相机哪去了？
那电机应该是没了。喜欢往后看啊，他知道我蓄力刀要闪现，那下次的话可以骗了。蓄力刀他往后看了，进行修，修的洞就见鬼了！一个空姐和一个机械师在修，真不行，修的洞。等一下有人，我给他死。Hello。被他看了一眼，他有鸟，难缠了，他有一只鸟，你的鸟呢？胖子都不动了，何必呢？早点投了吧，投了吧。好巧哦，贼喜欢撞脸。是吧？闪现稳一点，有前锋加一个愤怒，恢复的快一点。左边，不知道是谁啊，拍照再说。大房子里面应该有人。修，我来金像挂了。赚了呀！这波好像是倒地了，他也吃了一刀。赶紧去照相。在镜像里面把他救了，过来了。
应该二挂了。秀呀，老哥！跑哪去了？这是。不计用球跑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不管了，找不到了，肯定用球了，不然肯定找得到的。先拍照，石头后面，乌鸦飞了。跑不掉的。全尸。找到他的镜像，看能不能打一下。没有，没有算了，他儿子没了，一个人在修前锋，好卡呀！我的天，哇！我转个视角为什么这么卡呀？太真实了，卡得我怀疑人生，都要重启游戏了。这何止一叠卡，转个小转都转不动。空姐没快票了，走了。哇，天哪，这么多。好卡，我受不了哦。哎，你还敢回来？插机，哎 ，nice。滴胶都没有，太真实了。鸭皮，啊！